车辆会稍微比较多。这边看在走还好，看到一些停车场就可以看到有比较多一些的部分。那有些人他们是从那个大沼的，是从方向的山。这几天，昨天不是有吃到梨子吗？就从那边采出来的那个山叫做梨山。哇，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标志到了，我们会停在那个小停车场，然后我们再走过来。标志要一定要拍一下哦，左边太鲁阁国家公园，对，这个，那这个停车场你拍下照。哎，停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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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有车要走。有没有看到它写一个梨山？有没有印象啊？就是我们梨子从那边运下来的，哇！